我们是采用一个垂直集成的一个策略，我们是所有的核心模组是完全自主研发，几乎100%国产，它可以做长江的一个这个我们说的沿江观光的一个体验。然后另外的话还有包括沿江的这种空中交通，空中的这种方式，那可以大大的缩短时间至原来地面方式的1/5甚至是1/10。 那么在未来的远期，如果是大量应用的话，那么可能单座的单公里的这个票价应该能做到6块钱以下。对，标志着南京在低空经济探索上面又迈出了见识的一步，对于我们南京未来城市的交通模式进行了一次大胆的预演，对未来拓展低空旅游、城市通勤、应急救援、物流配送等场景具有重要的意义。